快跟我发誓，再也不会见我儿子了！快点回答我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快点回答我！我再也不会跟他见面了。听到了吧？你要去哪里？夏丽，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？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已经离婚的夫妻在一起过夜，以孩子为借口。 我不会让你走的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未来综合台《大老婆的反击》。